成功的要件有好几个，就米一定要好吃，第二个它的配料一定要独到。陈先生台南小吃店准总统赖清德化身肉燥饭达人，边吃边分享好吃心得，对台南的美食如数家珍。传出520总统就职典礼的国宴就要选台南举办，请接彩。2022年6月，位于台南安平台南市第一家 BOT 案旅馆开幕，赖清德受邀剪彩，传出饭店被选中办国宴。做国宴要这边举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算蛮适合的吧，因为这边的空地也蛮大的。台湾不就是福尔摩沙吗？国宴会想要来看一下。一切也是以府方的这个，那个阴影好为主啦。如果说真的有荣幸好承接到这个案子，那酒店这边必当也是全力以赴。饭店主管低调，没证实也不否认，对可能端出的国宴菜色更是保密到家。目前传出外宾的名单至少800人，总统府和外交部已经在大约2个星期前派人员进行敞勘。台南吃美食，可以吃到滋味以外，也可以吃到文化。所以你感觉到就是说，台南的美食真的是不简单。曾经在担任台南市长时期，大力推广古都的美食文化。赖清德的520就职国宴传出将使用在地食材，以在地美食为灵感发想，将美味从台湾推向世界。三立新闻王少勇、翁一文台南报道。